哎呀，阿哥阿龙，平时我们这里住阿龙住高，没注意到，不如哈没话，今天从平时对，从那路路地要高么好，从那路起码地要高点呀。 我破天这就是这个，喏。啊，你那隔离的地方啦，隔离的地方哟。你可能那是嘛，当年那是嘛，喏，那个的也吹呢，喏。我阿哥哥，难受的。